我乃安乐寨寨主任安乐，尔等宵小鼠辈若敢犯我大晋国主，必诛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。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it. 人物不是角色。任安乐对于韩烨来说，其实他是喜欢任安乐。任安乐，我更想让你知道，你对我很重要。但是他不能迈出这一步，所以他内心非常纠结。我只是在想，我该叫你子越。还是叫你安乐。首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，我觉得我跟专业的演员合作都会学到一些东西。任他清风明月，我自安康长安，这可是你给我取的名字。任明熙他就喜欢弟子啊，基于一些状况、一些身份也好，或者一些当下的一个局势也好，他不能去表达。任乐，然后还得眼睁睁看着他跟别人在一块儿。太子殿下，你来接我了。我觉得帝臣或者说是帝子元没拆穿身份之前，对于韩烨来说是一个信守承诺、维护家国天下和平、让天下百姓都能够安居的一个契约。安乐这个人物里面，他可能随时在不同的场合里面，他的反差非常的大，而把也是控制的非常之好。任安乐这个眼神里面就有透露了弟子元的一个眼神，所以这个细节的东西我觉得是这个人物最吸引的地方。他对于剧本的每场戏的理解把控都很有自己的一个感觉。陛下，我不要抚恤，不要恩赏，我只要陛下还陛下一个清白，还百姓一个公道。看得出来那是真的爱他，不想把他一点。在安乐传中，他的那个人物成长线非常清晰，他讲述的故事也非常的丰满，大家看着也会觉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各位帝家军的将士们，这片疆土是由我们先辈和同袍拼死守护下来的，让我们一起夺回被北秦侵占的大晋城池，还大晋子民一个安平盛世，夺回城池。任何将军，夺回城池。